接下来请欣赏游戏黑洞们的无体验感游戏。你先吧。他是男性还是女性？女性。我的是男性还是女性？男性。他是什么职业？歌手。不是应该我来问你问？对，我跟你问一样的问题。他是什么样的职业？演员。可以说出他的代表作吗？有非常多。非常多，非常多。可以说出他的代表作吗？他是在一档综艺里面通过原创一战成名的。那可太多了。在你印象中他最著名的角色是属于什么类型的？最著名的角色属于什么类型？他演的那个角色是属于什么样的类型？在你心里的印象？杨紫？不对，那我这个就是，你听过印象他最深的歌，唱出一句。完蛋。念出来也行，说是歌名也行，你印象里的那一首。这我能。等一下，我忘记了是不是他的歌。没关系，你说嘛，我先猜嘛，你说了我再猜，猜不对你再说。不然。毛不易。完蛋。我先继续问啊，就不让你猜准。他最近的一部剧是，是一个外卖员。好久没看电影了。就是，很感人的一部电影，他在里面是女儿。贾玲老师。哎，对。哇，有点厉害吗？真的好难猜。有点厉害吗？但是我没有看他演外卖员的那一部。没有想到，居然输给了你这个游戏黑洞。那我不是游戏黑洞好吗？我还是记得游戏还是很厉害的。给我放水，就是给对手机会。对，这是我给你放水，我给你机会，就是表现一下自己，就是掩盖一下你的笨蛋。很好，很好，他这个借口很好。耶！但是我还是赢了。耶！因为我比较善良而已。